已经那个谈判啊破局，这个破局绝对不是美国人所希望所看到的。这个破局当然中国在里面也有一些努力的，但中国一直希望这个东协不要联合起来去对抗中国、啊、所以中国啊大家都就是说中国很强的，其实不对，完全不对。那如果后礼拜高级班长来上的时候有一个中国国情报告啊，有20页的一个报告，我就跟你讲得非常清楚，中国真的是一个纸老虎，甚至于我认为说中国应该在5年或者10年之内啊，这个中国啊这个政权啊很有可能会被瓦解，如果不被瓦解的话也一定会换朝代啊，甚至呢也领导人会换。当然这是题外话，我们今天不提这个东西，我们今天要讲的是说到底这个局势，世界这个局势要怎么走。第二次世界大战波茨坦宣言，1943年的波茨坦宣言，他怎么说，他说日本如果建了，他说这个日本是日本帝国战后建经以后他只有可以保有4块土地，这四块土地是对北海道、本州、九州、四国，这四块土地跟他的周边群岛，其他的要想办法跟这个日本帝国、啊、切开。所以这个切开的时候，第三条就是和平条约的第三条，就是说琉球交给联合国托管，然后联合国托管的时候，联合国把它交给美国托管，台湾跟澎湖由，因为有一个开罗宣言，我上次跟你说1943年的12月1号的开罗宣言，这个开罗宣言是说战后有可能要将台湾澎湖交给中华民国，但是不是还给他哦，不是说还给他、哦、那个时候、啊、坦白说、啊、开罗宣言的时候、啊、三个国家在开会的时候、啊、那台湾这个土地没有，不属于这三个国家，美国、英国跟中国，不属于他们。你想看看敢有全世界敢有人说你开会，还是全世界我们平常的日子生活里面、啊、不是你的东西，说我们三个订一个合约说啊，明仔这架车变成你的，这很简单的道理你听就知道。如果说真的那架车要变成他的，一定要写什么合同，一定在旧金山和平条约里面要明文规定这个土地要归给什么人。但是敢有，没有啊，希望我们没有。国际法有一点，占领不得移转主权，占领不能移转主权，你只有这点台湾就挂不出来了，台湾这点你就要挂行什么日本天皇。但是因为波茨坦宣言对战争要有一个处分，要有一个分配，就是说台湾这块土地呢跟这个琉球这块这两个土地啊，不可以不能说让这两块土地继续留在日本天皇的手头。但是因为世间这个局势一直改变，本来美国跟日本是敌对，到后来变成什么相互，所以有一个美日安保条约，美日安保条约包含什么，台湾海峡。你想看看，哪准台湾这块土地要过不是日本的，可以把美日安保条约包含台湾海峡吗？当然不行的啊。你有看吗，前两天而已，美国宣布什么美日安保条约包括钓鱼台，有吗？有吗？这你有看到吗？美日安保条约包括钓鱼台，为什么？钓鱼台是谁的？台湾的啊，台湾是谁的？日本天皇的啊，是很简单啊。现在只不过是因为美国没有跟我们说清楚，美国要求我们台湾人自己要说清楚，所以我们才会这么艰苦，这么打拼在这里上课啊。如果台湾人知道以后，台湾人就会站出来。所以我跟各位报告，九月份在读卖新闻半半的广告，台湾民众要在那里订广告，拍手吧，没叫你开钱啦，只是拍手而已，很简单的啦，不用出钱啦，可以吗？还有拍手嘛，好，这样好，这样你不用出钱，也不知道谁要出的。但是九月份我们订这个报纸，十月份我们去日本的国际记者俱乐部，日本政府已经允准了，让我们去开记者会，那个记者会要跟他说什么，绝对让全世界所有的眼睛都绕下去，要跟他说台湾仍然是日本天皇的领土。我跟你说，你不要觉得说
哎呦，你嘛唔茫讲是日本的，阿汪阿唔茫讲阿无要讲啥个，讲中国的我绝对唔未认呐，已经挂好人嘛。啊，伊讲啊，讲台湾就好啊，我会使啊。你但是日本天皇爱同意啊，你讲税处啊，你今日要甲独立起来，你上歪安怎？甲日本天皇安怎卖嘛？干毋是？你讲税处啊，你好啦，你讲这间厝哦，住啊真舒舒适，台湾人住啊真爽快，啊无你安怎？爱甲日本天皇安怎？干咩啊？干不是？习近平比咱较早啦。习近平1999年12月15号，我讲啊足清楚的呢。习近平甲日本天皇讲，阮即马中国有一寡钱，啊无，你台湾卖互阮啦。日本天皇讲歹势哦，我皇族从来没有卖土地。家己转碰了一个鼻子灰回来，但是呢，咱甲日本讲，咱要买甲日本天皇买台湾这个土地无必要。你若土地卖你啦，土地卖予咱啦，真正土地卖予咱哦，咱是苦难的开始呢。你要相信无？我讲你听，你有土地啊，予你建国啊，你爱做保护无？爱嘛？爱做兵无？爱无？恁后生要做兵，举手我看麦。无人要做你看，哎、欸，啊你要建国，啊你无要人做兵是免啦，啊你要交税金无？爱无？国家嘛，建国嘛，欢喜嘛，爱国家嘛，爱交税金嘛，啊要交无？要无？哎，拢无安尼啊！无爱做兵，无爱交税金，啊你要建国，啊建一个贵的，你咪嘛去用吞去。所以我讲这条路上好，干毋是？台湾主地，美国继续占领，日本天皇你做我的精神领袖，美国来徛卫兵，好唔好啊？拍手啊！国防部、美国国防部，怎么迄个囡仔就咪大家就咪歪去啊？美国讲，诶、欸，美国即摆中华民国真好啊，中华民国要买武器啊，啊，什么人立志？台湾人立志呢？你看到鬼个？啊，你保护中华民国，歹势吼！你见面，你要尽到占领的义务了，对不对啊？所以哈、哦，九月份，咱台湾民政府要伫电视台开播8点到9点的节目，你搁走哪看？你搁走哪看？中华民国倒！咱若开迄个室外开讲的时阵，大家咱捧场好唔啊？我甲你讲啦，唔革命唔免用武器啦，唔免用刀啦，唔免用枪啦，巧的人用迄支笔就好啊啦。我算巧的呢，在座嘛巧的对不对啊？我甲你讲，这不是你画玲珑呢，画爽的呢，就爱真正行动呢。当时你过美国2006年10月20日，即要过美国以前，网络偌济人甲骂，已经过落了，还佫有一挂朴素伫加拿大，咪加拿大一个 LA 说信的一个律师啊，讲无影啦，无过啦。律师讲无过呢，我讲奇怪啊，我拿遮济钱，啊美国的迄个法院的文件都拢有啊，啊佫讲无过，拍到迄个官司要结束啊，还佫伫网顶伫攻击讲无过啦。你要看，那叫沈培志啦，江建祥啦，拢律师啦，啊，即马拢点名，你看，同款，今日照常有人伫甲恁吐槽，啊，遐吐槽拢啊，拢用化名，拢用假名，你拢唔知迄个啥物人，啊，有人伫甲传呢，我讲台湾人遮吹啊，你应该按伊若讲迄个话，你甲问讲你到底是谁，讲出来，无人敢讲啊。啊，讲咱，你讲无要紧啊，你讲我唔对无要紧，你敢讲理由出来？啊，你爱讲你什么人嘛？啊，无你无你无你免负责任的嘛？敢毋是？所以，咱的民政府，咱要走上咱自治这条路，咱将来还阁会拄到一挂困难，但这款的困难，咱一定爱甲解决，阿咩解决？向头前行啦，免管伊安怎拗，咱来坚定咱的意志，咱愈来愈侪人。你甲看，现准时我那个看起，拢少年啊足侪呢，占规半呢。对一个团体是咱，是咱同款讲有遮尔啊侪少年啊，无呢？咱去分米啦，去迄个南口，甲迄个去分的时阵，南崁去分的时阵哦，
你知影遐人拢安那讲？啊，尤其咱去迄个机场啊，桃园机场，啥物出国的时阵去机场，遐中国看到咱这阵哦，惊一跳咧！糟糕啊，他们有很多年轻人呢，讲咱有真侪少年的呢，因为咱讲的是法律啊，过去国民党甲咱教的是甲咱骗，一骗再骗，但是咱唔知啊，这少年看无啊，他们有没有光复？战败哪有光复？台湾战败去予美国轰炸，拢知影，恁即摆拢知影对不对？啊，战败战打败仗哪有光复？打胜仗咪才光复，干毋是？打败仗要光复？台湾人相信呢？我们战败啊！1949年6月7日，6月15日，用40,000元甲咱换一元，讲经济不好，啊！你看着鬼啊！我甲你讲，台湾民政府执政的时阵啊，叫遐中国人40,000元换咱一元啊！咱嘛会受气，敢毋是？你用40,000甲换一元，甲即卖伊嘛10几倍啊！40,000换一元。所有中国人拢安尼，安尼有理无？有无？有。啊，无身份证的吼，4元换1元。你开玩笑啦！但是哦，这个早起的时阵，这个国安叫你甲我讲吼，啊，你嘛叫台湾人较侪去申请身份证，因为身份证吼，若超过固定的数字吼，5万分的时阵哦，就迄个啊，做海关甲你开啊，互你会当家己出入啦。正款就行你啦，我看哦，啊，若要讲一半的人来申请身份证，很困难的。啊，我讲真好，你要叫我申请身份证很好，无你要钓鱼啊，你嘛要有鱼，真正有鱼。啊，这个鱼是啥？有啦，即马高雄州有两个同志，查某同志摕身份证去 AIT 签证，听好清楚哦，你们两个甲讲唔对啊，唔是免签证啦。免 interview 啦，什么叫免 interview？ 免面试，免面谈呐。你听有无？贴出来看看，嗯，你有这个身份证 ，OK， 不，5年，免搁再签吗？免 interview 不是免签证呐。啊，即嘛吼，遐孩啊就开始伫网顶甲你讲吼，好，秘书甲你宣传啦，伊讲吼，免签证啊，看到佮伊，我有讲免签证吗？我有讲无？有无？无你拢接受证啊！我是讲啊，免 interview 啦，因为咱的人数无够啦，咱的人数若有够，就转用去这个身份证哦，入去美国啦。这当时条件甲美国国安局讲的就是安尼啊。啊，人伊有做无？有啊，伊即马开始做啊。你去签证的时阵，看到迄张，伊予你5年啊，已经有啊，开始在做啊，是免 interview。我阁讲一摆。免 interview， 我讲英语无好啦，我讲免面试啦，免面谈啦，啊有清楚无？有无？欸，拜托啊，你唔能够他讲免哎啥？免签证，唔是免签证啦，是免面谈啦。啊，你免拍拍手吗？啊，你无赞吗？啊，迄天哦，咱的议长甲我讲啦，伊讲哦，我去迄个也做监理所啦。吼、哦，啊去银行啊，甲监理所啦，啊讲要看身份证啦，伊就听人提一张咱的 ID 出来，我讲哎会通哦，伊讲100%会通，啊毋是干呐伊一个贵啊的呢，贵啊的吼、哦，提起迄个所有的机构吼、哦，拢会通啊，免惊，免惊，啊若惊吼，老早我何厉害去死啊呢，报纸顶遐大片你无看吗？那个有看到报纸，你举手我看麦好不好？有看到报纸，哦，你看报纸才要来念好麦，那无看拢无要来念看麦。好，搁得用电视给你看，安尼有病无？有无？叫法律来啊！电视若搁创落去吼，搁改做啥？中华民国倒。中国开始配合啊！中华民国，你若讲哦，台湾人执政哦，你袂爽，安尼好无要紧，你袂爽无要紧，毋免去跳淡水河，毋免去跳太平洋，咱袂甲管哦，你听清楚哦，欸，拜托听清楚哈，你毋通搁网络搁甲后边写，我无叫你去跳太平洋哦，无叫你讲，哎阿扁啊讲太平洋无看过，我无安尼讲哦，莫去跳淡水河，你吼、哦、你若讲袂爽，
台湾人去七情你袂爽，你会当去金门妈祖。啊，你若要金门妈祖的，无要紧，中国甲你开辟平潭，有一个1.2倍平潭的特区，要互你去呀。这个代志，我文章写出来以后，报纸才两天后，报纸才开始写。我的消息比所有人搁较紧的，这是啥啦？美国甲我讲的。你不爱去金门妈祖，你也这样去呀？啊，你若讲不爱，我要找到台湾会使吧？可以，台湾居民，台湾居民是啥？敢那去美国同款，都要开始未当申请台湾公民，要经过10年以后，你才能当变成台湾公民。啊，所以要变成美国公民，咱台湾要怎好呢？给你6年呢？你若有来受过训的6年尔，当时发照的6年以后，就自动变成台湾公民啊。但是马英九不可能啦，连战不可能啦，吴伯雄不可能啦，我给你点名啦，这些美台都不可以啦，对不对啊？这是全世界传播的呢，我公开挑战呢。你对台湾是很幸运的呢，台湾人吃够了，也受够了，我们不再忍耐了啦。但当然啦，我这样讲哦，刚才美国你说的，你要小心你的安全，我没有什么好小心啦。我若林志兴若过身的死以后啊，有2000名受过训的，是2000名林志升啊，对不对？对。啊，就好啊，我希望死死的好啊。好人未死啦，免烦恼啦。来，去讲笑吼，吼，这时间足宝贵的吼，所以我阁继续讲。各位大拢知影吼。日本皇帝已经有台湾这块土地，这是实在的事情，而且不可否认。你别让他否定说日本天皇无啊，其实日本天皇哦对高沙族足好的，还特别帮他们命名高沙民族、高沙族。啊，即马高沙族哦，即马国民党来改怪、改骗，啊，甚至用一挂伊御用的人。讲哦，高沙这两个字有歧视你们的味道，你看到鬼有影啊！竟然家己去反对，讲要用原住民。你若用原住民，100年后，我甲你保证，你绝对有国民党消灭。现在120万，只有剩下51万尔，我替高沙民族非常担心呢。所以民政府叫一个政策，民政府执政以后，每一位新生的原住民同胞啊。每一位，我们补助他100万。等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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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慢点，看慢点，拍手慢一点，到120万为止啦。保护的话啦，对不对？啊，你对不对？我唔敢讲呢，对不对啦？保护的话，卖受过分啊！而且我们要叫高沙民族要给一个自治政府，它的名称叫自治政府。由中央直接给他，由民政府中央直接给他们补贴。我们要，因为过去这么多年，从日本时代到今天，坦白讲啊，我们是有一点对不起高沙民族。当然不是我们啦，那个时候是日本政府啦，哈啊，中华民国对不起他们啦，我们要给他补偿。2000几万人来补偿50万人可以啦，哈，所以呢，也不要。台湾人卖吼，卖讲啊，收起了啦。50万人呢，剩50万足可怜的。我感觉50万人，只有剩下50万呢。再不小心啊，真的会被消灭呢。他们没有办法保有他自己的语言，他的生活环境很糟糕。他坐在高山上面啊，这中华民国改部族啊，中华民国山地啊，不会给他抽查，啊，不会给他打猎，啊，他靠什么生活？啊，你分给他的土地都不能种植。那么种物件拢袂挖呢？啊，伊免啊生活，所以有当下我想想啊，我会替他们掉眼泪。好了，我也希望咱的高沙民族哈、哦、要自立自强啊、哦，啊，我们呢要帮忙他们，我们让高沙民族哈、哦，会当在台湾永远的生根，因为高沙民族有替台湾人保留的一份非常好的精神。全世界最无敌世界，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了，替台湾人、啊、保有了很好的面子。他打仗的时候，所谓西方的部队拢惊因呐。高沙民族，你甲看咧，塞德克莱巴莱，塞德克巴莱有啊，迄批你有看无？快紧啊，足好走的。啊，后尾日本人拢惊着咧，我今日直接看到伊，明仔日我伫迄个山内去看到伊。
所以你看看啊，这个民主真的是很能够吃苦了，而且这个民主啊很会唱歌啊，头脑也很好啊、哦。我都想老啊，啊，不然被炒，我为什么被炒高沙民主哎？哎、欸，拍手是什么意思？当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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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哈、啊，哎、台湾民政府成立以后哈、啊，还有一个任务就是、啊、我们要到那个东亚哈、啊、去引进一些金头发的少男跟少女，啊，我们希望咱台湾民族啊能够改变种族，让咱台湾人哦、啊、变得较水，拢讲英文，后摆中国来看到个就讲奇怪，啊，这样拢变做金他们诶。啊，拢讲英文，啊，中国再也不是台湾的一部分了。我们中国不是台湾的一部分哦，你要听清楚哦。因为我希望咱台湾整个民族能够改变。啊，搁一点国安局甲我讲，美国国安讲，Roger， 你敢知影？中国国民党、中华民国民进党、中国共产党，你已经派人渗透到你们的组织，我欢迎。我当时有讲。三民人未当来受训，我有捌讲过，我没有讲过。谁要来受训都欢迎，共产党来欢迎，国民党来欢迎，民进党来欢迎，台独来拢欢迎。我们没有害怕，咱这个法律无人我都给你挑战了。如果法律不能挑战你，一定最后一定会成功。我给你保证，是紧甲慢尔尔，上济伊是甲你要，互你速度较慢的，互你台湾人较慢精神尔尔。啊！但是台湾人较慢精神啊，总有一光会完全精神啊。啊，若完全精神的时阵啊，你若甲我拖一天啊，我就甲你报复一天，好唔好？我这算是真是严肃的声明哦。你要甲我拖一天，我一天我罚你十天，我甲你讲，后摆台湾人敢若两种的刑法，一种死刑，一种是鞭刑。所以你个犯罪，我看嘛，无期徒刑哦，必须讲，逐个月爱来拍五个啦。我看哦，你家己自杀是较紧啦。我无必要讲，甲你判刑，搁起一间厝。啊，若看着较热爱，你就搁写文章讲，哦，好热啊、哦！迄林医师较寒，伊即摆去用抓伊关哦，哦，好热啊、哦！上叫你贪污，那民警会就枪杀，我甲你讲。起厝好大，搁请人来甲顾，啊，看到鬼啊有影，免啊，鞭刑啦，啊，这鞭刑都做执行，分局长都去执行，每一个分局设一个鞭刑室，你今日啉酒，明仔随鞭刑，你搁啉我看，免拍一个，拍一个就好，你敢知迄一个偌严重？报纸有写，你有看无？有一个人去新加坡，伊无认罪，伊甲判，伊讲判一个，拍一个。怕迄个哦，回来哦，走路两只脚开开开啊，拢是安怎？生不如死，伊家己讲的啊。啊，你有看迄个变形的？哦，你有看，夭寿恐怖呢，查甫拢怕呢。哦，你有看迄、那个顶管迄个啊，袂当超过五个啦，迄五个会死，我无甲你骗，我无爱互你死。怕五个以后，等伊出去家己高乌塞，一个月以后来各五个，啊，若判无期徒刑，你就死，我甲你讲。一礼拜拍我，我甲你保证，你一定爱自杀啦！安尼还阁有犯罪吗？没有的啦，我甲你讲无啊啦！啊，贪污安那枪杀，所以咱阿伯没有监狱。全世界讲哦，台湾很好，台湾没有监狱，刚好一个刑场。你阁贪污，我看卖啊！啊，你想哦，大家拢有头路，哦啊，公务人员免遐济，三分之一就好啊。三分之一，因为拢电脑嘛，三分之一就好啊。所以我咧鼓励各位吼，这边吼有人伫美国伫发动讲叫台湾人去签字吼，但是发动的结果呢，3000个都不到。韩国发动的时阵啊，发动这个叫做要从东海甲改做日本海甲改做东海啊，韩国人一声十几万人签，人数呢十几万呢，一个月来这十几万人数呢，啊，这给我一个深深的感觉。台湾人无人学电脑啦，啊，会晓电脑拢是囡仔啦。在座各位，你会晓电脑，你举手我看麦啊。夭寿啊，一半尔咧，手举手放落。我甲你讲的，你听我清楚哈。恁今日受训啊，你莫干那安尼爽，你等于吼，啊，你的囡仔，啊，伊的囡仔无下面啦，
用钱啊乌西啦，只有安尼啦。啊，你甲我拍一个台湾民政府官网，哦啊拍落了对吧？给伊一百块，不过即摆一百块无啥有效呢哦，五百块给伊，哈，来替我注册。你一定爱注册，我阁甲你讲一摆。你一定爱注册，你是三十四级的，你有看吼、哦？你有看吼、哦？台湾民政府遐一个注册有啊，有一个左边有一个注册有啊，拍落甲点落，点落，好来，你伫遐道平遐吼，你爱注册。各位啊，咱即摆现准时注册的人是有736个人，训练2000个，736个注册，你看卖样，看有可能无？各位啊，一定爱去注册啦，我阁讲一摆，一定爱去注册。你注册了吼，你有时间，你就甲拍开，甲看讲内底讲啥。咱有真侪新发布的消息拢伫顶端，吼，一定爱去看。你一定爱学会晓看电脑。后摆台湾希望讲，大家拢会晓电脑，大家厝内底拢有电脑，安尼政府要甲你通知代志，足简单的嘛。电脑一日试落去，都拢总知影，免订订报纸，免看报纸嘛。好唔啊？你讲好是真个假的？啊，若假的，恁巴肚疼，我先甲你讲。叫伊个囡仔倒用啦，知唔知啊？一定爱用啦，嘿，好不好？好。啊，我拢讲啊，足长，我听啊足爽的，但是我唔知有影无影。我等下我看卖啊，我先甲你讲，我甲问讲到底有几人去注册哈？你去注册，啊，注册以后你的号码，你家爱知。你若注册以后，你就会当伫这个网上哦，含咱中央沟通。啊，你有啥物意见？你免走遐远啊，遮尔啊大，关插座灯要创啥？啊，都遮就好啊。你有什么问题都要问就好啊，我就给你回答啊，敢不是？啊，有什么事在遐讲就好啊，安就好啊，敢不是？足简单的方法，你拢未晓去用。啊，你也看吼，我这边吼 ，LA 有一挂台湾人吼，推下面呢去问美国两个问题啦。第一个问题，伊甲问啥？伊讲，请问美国政府哦，奇怪呢？啊，这个台湾人的国籍是啥？美国已经甲咱讲啊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唔敢回答呢，对不对啊？知啊，你举手我看，知啊。美国甲你讲咧，讲台湾国籍是啥物？知啊，你举手。安尼了，啊，我上个家乡的，我甲你讲，手放落来啦。我就是甲你讲啊，美国判官啦、啊，美国的法院已经判决啦、啊，判决什么东西？台湾人是啥？没有国籍的国籍嘛，无国籍是安怎？因为上日本天皇嘛，啊，日本天皇即摆向 suspend 啦。咱的主人去用 suspend 啊，去用吊伫顶端啊，咱就爱甲救来啊，啊那救咱不得了呢，救来咱去管日本呢，日本的总理爱听咱的呢，嘿有人就听无呢，这段伊就不一定听无，我无要紧，到达是高等的高级的才来讲较很清楚的，因为这手深起来了，简单就是讲台湾人是无国籍的国籍，啊日本天皇国籍什么？无国籍你知影嘛？我有讲过对不对？啊好，日本天皇甲咱同国的哦，会记哩。咱爱甲日本天皇甲救来，日本天皇甲救来，甲咱共一国诶，安尼哦。过去诶，日本帝国哦，是差不多要管着所有亚洲呢。总有一天，咱新诶日本帝国，新诶日本帝国，听着帝国哦，有诶足烦恼诶，夭寿哦，我都不爱用帝国啊，所以我讲不爱讲用迄帝国新诶大日本国啦。啊，若讲大日本国，可能听个听了较爽啊。啊，大日本帝国。因为受的教育，他看来滴吼，对帝国哦烦恼嘞，吼啊那大日本国你就别烦恼，所以大日本国啊有这个天皇，天皇做一个精神领袖啊，上好是日本天皇甲搬来咱家啦，后边山真宽。哎、欸，我跟你讲哦，日本时代确实有甲日本天皇建议讲叫伊来带台湾哦，是安怎？因为日本的天灾，迄个天灾地震足多啊，所以甲日本天皇讲，啊，你来住台湾，啊，即摆我慢慢来甲要求，水月园后边山真水，请日本天皇来遮住，好唔好啊？你有欢喜无？啊，有人无拍破呢？我甲你讲，日本天皇啊，讲台北来遮住吼，我甲你讲透懂啊，我无骗你，真正透懂啊，因为吼，是安讲透懂呢？美国来报复嘛，真。日本是很厉害，我感觉真厉害。上台和美国是战争，战到这样你死我活。欸，战争以后，那两个哥们呢，这么好呢？啊，现在中国这么远，哎，雄雄说的，啊，我中华民国跟你美国是同盟国，啊，怎么现在变成敌国？
所以你看哦，这世界政治的演变哦是不一样的，这是整个世界的改变哦。所以这个改变，咱台湾爱怎样？这个改变哦，对咱台湾有利的时候，咱利用；啊，对咱台湾不利的，咱个改变。今日日本天皇有台湾这个土地，啊，美国的政府占领台湾，所以我讲台湾不一定要建国，台湾呐自治自治就好啊。咱自治，啊，日本天皇甲变作精神领袖，啊，咱台湾。家己有一个总理，啊，有一个这个主席，台湾民政的主席啊，我甲你讲一讲啊，这个主席后摆是啥物人任命？日本天皇。所以咱即摆主席是啥物人？曾根宪昭，伊是啥？伊是台湾人的日本人，伊是医生。咱请这个日本的台湾人，伊是为台湾人去日本啊移民了，变做医生啊，变做日本人。咱请伊来做主席，美国叫咱讲，予伊来做主席，毋是无道理的。我甲你讲，毋是清清菜菜的呢。因为这个主席这个位，爱啥物人任命？天皇任命啦。日本天皇伫台湾的迄个总督府官制啊，官制啊，到今日仍然存在，仍然有效。你有惊到无？老早美国就安尼甲你安排啊，是咱大家推阿民毋知影尔尔。日本天皇在台湾总督府的官职到今日还是存在，还仍然有效。我当时看到的时候，我也吓到呢，奇怪，这个没给取消掉，老老杂杂，人美国人都知道，只日本人也知道，台湾人不知道。所以这个主席，我们要用台湾民政府主席这两个字是有请教美国啊，美国用主席两个字是对的，所以主席两字后摆是啥？是日本天皇直接任命，啊，这个总理是由咱的参议会来选举选出来，后摆开放民选的时候，再由参议员来选，啊，众议员甲参议员合起来，啊来选这个总理。所以后摆台湾的主席是啥物人直接任命？日本天皇。啊，即摆日本的日本这个旧的新的日本政府。的总理是什么人任命？无呢，伊是选立以后啊，甲日本天皇报备安尼尔。啊，咱是无同款哦。后摆这个新的台湾，这个民政府变作台湾政府，是爱日本天皇直接任命我们的主席。所以后摆这个主席会去管着什么人？会管日本的总理。这是法律啦。哦，你不一定今日不一定听有，因为吼、哦、恁。算初级班，才头一摆你讲哦，你听到花啥啥，啊不要紧，豆豆啊是，有一天你就会捌，哦慢慢啊来你就会捌，因为拄啊开始我讲这个法律的时阵，嘛真侪人听无，但是即摆渐渐啊，开始听有了，你就讲，哦，足好诶，到迄一天哦，你就会觉得讲哦，无简单，这个代志，遮侪年的迄、那个也做，迄、那个也做，规个这个。这个叫做黑，这个黑布吼，予咱甲掀开啊，是很不简单的。但这个黑布若无掀开啊，后手啊，后摆拢变作中国人。你也看日本即摆已经将台湾人的这个出生地、出生的地域、地方，甲迄个国籍，当然台湾人不是国啊，会记了。已经为中国甲改做台湾。即摆吼，你也看。大家讲哦，那是国民党，国民党，这个叫做李登辉，李登辉，自由会，这拢是这个叫做，跨世界，那个中华台北的代表，台独联盟去拍拼。我跟你讲，实际上的情形是啥？三四个月前，外务省派两个人来咱台湾民政府，含咱做伙讲，咱甲讲我听，台湾人不是中国人，啊，你去起笑，啊，你要将台湾砸给中国？因为这个代志讲了，等于外务省啊，外务省才甲改啦，改予台湾人呐去住伫日本，后摆会当讲我是台湾，这影响足大个呢，拍手啦！听讲戆个，你若予日本人哦，甲你认讲你是中国人哦，啊你就予逃去啊，咱是真正逃去啊，好不容易即摆改个，国鬼要甲讲啥？台湾这块土地仍然是日本天皇的领土。这句话若去甲讲咧，我甲你保证，日本全阁丢起来。所以
12月2日，我拜托各位，你若经济上会使哩，去参加要去日本的团啊，200个尔哈。我不在。哦，我想我有电话呢。没有关系啦，不要害羞了。12月20日，咱去日本。21要去靖国神社，我跟你讲，靖国神社，咱去甲拜一下吼。日本的政坛哦，拢震惊，伊即马知影讲吼，咱台湾要抢日本天皇，伊即马开始烦恼啥？日本天皇变做台湾人的日本天皇啦，帅不？我跟你讲，算起来我头脑真好，我会甲因抢，啊抢哦，伊阁无外话多多。还是嘛，拢派人来，你甲恁访问，即马接着来，从顶个月、这个月、这个月嘛是同款哦，一日来、一日来、一日来。啊，即马来来的时阵哦，我就甲讲这论述。啊，这讲论述哦，伊讲啊，我哪拢唔知，我你当推下面的都嘛唔知。啊，你咯战争失败呀，迄大大啦拢破呀，拢无塌去啊。啊，所以因即马开始哦，哦要直追咱即马所讲这论述，我很好。你即马，伊即马伊有讲一句话。哎呀，本来我去日本去统治台湾，现在让你台湾来统治我日本了呢，我很有可能，好吗？好。但是各位啊，你也要看书呢，你也要做一个真真正正有世界水准的台湾人呢，对不对？你不能跟中国人去学那个贪污的文化、碰风的文化、三日学白讲的文化呢，那一定哦，无钱无钱无要紧啊。但是政府一定给你钱，民政府一定给你有钱，有法子，有法度给你生活，有一间厝给你，你有厝，有生活，啊，有这个工作，你无必要做一挂偷鸡摸狗的代志嘛，敢不是？那迄个时阵，台湾人会有一个有尊严，即摆唔是呢？即摆扣二转拢台湾人呢？伫公园行棋的，看到你行的，拢是中国人呢？一个月。看家棒赛，我是无看啦。看家棒赛，哎、欸，我蛮听过嘞。哎、欸，家一人做大只。你卖讲我笑。我讲哦、喔，台湾人是足可怜的，啊，台湾人唔知影呢。迄灌区啊，其实唔是叫灌区，叫做难民营。你流亡伫台湾。我去难民营，迄土地拢啊，拢用抢的呢？什么国防部的土地，迄国贸少年上面人啊，是咱台湾人的土地，爱甲收租金，无甲收外紧，佮伊若歹伊，佮起厝互伊住，是有够酷刑的，我感觉。啊，佮13500，他拄仔叫咱甲我讲，迄13500是退休金领了，才佮特别变的医生呢。吼、哦，我是听我听了吼，听了会使会气死，我无骗你，但是各位。台湾虽然在这种的环境之下，咱台湾人已经觉醒了，咱台湾已经找到咱的路啊。在这个时阵，咱需要大家爱合作，咱大家心爱聊定，卖唔知伊对方什么人，乌白讲的人，你去甲相信。你若要相信，迄个人好大，站出来讲你叫什么名，甲我挑战唔才对，唔是咧，用一个假名，啊讲一挂话，啊你甲相信。好可怜啊，台湾人啊，对不对？有理无？所以我甲咱的那个网军讲，那对着迄个唔知影名，还是用名用假，卖插伊，卖甲回应。啊那安尼，咱家我都甲人作践了。这像假假，美国假假。哎呦，你怎么很那么笨？啊、对方是谁你都不知道，你有看过他吗？所以哪有人说林志升的拍位，你请你问一句，你认识林志升吗？林志升长得怎么样？我别说了，我不帅啦，我跟你说了，我长得怎么样我自己清楚啦。我长得啥很高义啦、啊、我哪说高义，不是我说的、哦、CIA 说的，CIA 有一次来我们台湾、哦、那时候我们民政府成立的时候，他给我们头翕相，所有的干部都翕相、啊、拿着、哦、去五角大厦、欸、那个国防部五角大厦、哦、那大萤幕，他说他给他形容那大萤幕、哦、啊棒
啊，看看哈、哦，比如 CIA 安那讲你啦，哎，这点人哦是革命家吗？啊，这点人看起来怎么这么斯文？因为因就是讲哦，革命一定爱啦，哎哎，面爱红的，爱足派，跟那宾拉登一关一样的。哎，这点人我唔是呢。我讲哦，我们不拿枪，我们不拿刀啦。咱这点人拢摕一支笔尔啦，对不对？对不对啊？对。哎、欸，较有信心的啦。我们过会记得哦。所以，咱一年前吼、哦，有一寡我感觉迄个人啊，我卖讲人啦吼、哦，有两三个你甲讲哦，哎，秘书长，哎、欸，我有线路，会当买着枪呢。啊，那个革命呢？我讲你叫你去革命。我们绝对不动枪，不动枪，我们不动刀，因为咱的三大主张，我甲国民党讲啊真清楚。我们不用暴力，不用武力，咱要遵照国际法，咱要这个叫做对中华民国所谓制度遐，拢无要甲伊合作，拢无要甲配合，安尼伊就倒啊啦。你甲看，国民党要拐民进党来选举，竟然选举了后一票会当给伊30块，全世界无呢，全世界无这种制度呢。没有呢，全世界嘛无政党，你若不管你几票哦，一年啊，听哦，立法委员一年50块给你呢。那台联百几万票，一年有5000几万呢，当然伊嘛袂倒。啊，四年就2亿啊！啊，干那飞机的迄几个人咧开钱尔，啊要倒去倒，啊台湾人戆人啊，甲注射啊，伫甲住啊，甲帮忙啊，投票给伊啊。这政党那活愈久，台湾人就死愈久啦。波罗的海三小国，百多人，100多万人而已呢。苏联甲占领，波罗的海三小国的人讲，我们不去投票，也投票率30%呢。全世界站起来，那个投票无遵守。所以伊的民政府，他的民政府发动选举，家己选，调宣布独立建国，全世界拢起来讲承认，含苏联都承认。你看人迄巧的，甲即款憨的，看差偌济就好啦。真正差多，所以当然旧年卖歹讲啦，因为旧年才一年尔啦，发动大家卖去选举，好像忙到要害啊！啊，你不要看。啊！民进党的局势这么好，一定调的啦。我看美国刚讲差80万呢，啊，我不相信呢、啊。算了啦，80万，会使讲差一票都无差啦，差1000多票尔啦。这个表示人美国人对咱注意台湾的情况掌握得非常好。所以我嘛在想讲，咱的电视节目呐开播的时阵。咱一定要好好来规划，这个节目若开始的时阵，要用什么款题目，要甲咱这推下面的台湾人讲，要安那互伊一摆看了，伊就精彩起来。各位啊，倒收嘞，好唔好啊？好唔好？那我们刚刚讲呢，好啊，不变，要用什么话，你们休讲嘞。啊，有啊时间，互恁去想啦，互恁想看卖啊。咱要用什么款的方法，互伊翘起来？伊这是法律的代志啊。卖讲到今日为止，咱的教科书，中华民国的教科书，无一项讲的是真的。蒋介石讲伊取消不平等条约，其实全世界的条约都是不平等，哪有那有迄平等条约？战争失败哪有平等条约？绝对是不平等啊！啊，条约可以取消吗？条约如果取消，我跟我以前太太的结婚证书也可以取消了。结婚证书会当取消无？会吧？会使取消？你拿去玩看麦？会使无？未使嘛？啊，未使，拿去玩看。哎呀，你我唔敢赢你啊！唔敢赢，你若唔敢赢，我甲恁太太讲，我先来讲哦。未当取消啦，加遐简单。哈？啊，想啊，你太太无同意啊？你太太说我不同意。当然嘛，啊，条约嘛，赶快嘛。这个国家蒋介石讲，我取消不平等条约。日本讲 no， 啊那边呢？不平等条约被取消，
所以很简单的嘛，所以马关条约可以取消吗？不可以嘛，我就要说这个啦，挂号天皇就是天皇的啦，要取消啊，不然再见一次嘛钓鱼台，现在中国在欺骗你，有看有吗？哦，我刚刚要准备战争呢，啊，日本哦，顶礼拜那规个礼拜拢在讲战争的工作，啊，这中国安怎讲？中国一个少将讲哦，我们绝对不会打仗，当然不会打仗啊，你根本那个没有那个实力啊。一架航空母舰2018年才会开动呢、啊，要减要哪减呐？伊的酒油七天而已，七天而已啦，存量啊，啊，伊的引擎。那造24小时是以后都爱换啦，战斗机啊！啊，你战争啊，我战一半，24小时伊讲暂停哈、啊，休困，我来换一个眼镜呢，够可能？啊，嘴下面的台湾人讲，哇、哦，中国的武力好强哦！我甲伊讲，你唔相信，你去青岛去甲看伊的军舰，军舰顶上伫披迄个晒内衣啦。内裤拢披伫遐顶悬呐，有影呢？我无骗你啊，我去中国过啊，我中国受害，你唔知吗？真正我讲实在，因为我较不爱讲就是讲吼，啊，会讲哇，你在中国受害，所以你就讲中国人的坏话，唔是？我讲实在话，啊，你啊看伊的军舰，大家都升呐，够有保养无嘛？伊经费够有够？我甲你讲啊，中国人伊的军队是安怎来？不是跟我们一样说20岁就去做兵，不是呢，他17岁以上就可以去做兵啊。啊，现在做了五年还是几年，因为我五年啦，五年以后可以延一次，啊，有的是五年以后就可以回去，啊，回去以后就做什么？派去地方就做官呢。17岁做兵做五年回去去做官，所以他这个所谓官员的素质很低啦，甚至法官有很多都是小学毕业的。我在中国，我办学校，有一次那些人拿一张说学校底印，其实我 不是我底印，他伪造的，去犯他去告、啊、都不用给他传、啊、就判决说、哦、叫我要行刑、啊、我就知道那些法官小学毕业、哦、你小学毕业，你怎么可能当那个法官？因为我跟我们书记很好啊，看就贵，跟书记很好。我跟你讲哦，中国是足可怜，所以这个国家吼、哦，哪会强？我随在你啦。啊，伊即摆哪会讲表面上真强？因为足侪人去遐做生意嘛。哦，啊做生意，啊这钱拢集中在5%的少数的身上啊。啊，95%拢足散的啊！你唔相信？你去内陆去家己去看，你家己去看就知影。妥。但是我直接说，嘛要警告咱所谓台湾民政委的干部哦，你不要去中国，因为当时避免家己抓起来都不知道啊。所以你若要去，爱先我知影，卖讲你去全无转来呢。有啊，我甲你讲一个例，互恁听好不好？恁要听无？要不？要也是我看。啊，无别啊，有人无举手哦，哦，拢袂好，我讲你听。有一个日本东京帝大，东京大学的文学博士姓林，住伫台中。伊伫读册时阵，替海工会做代志。海工会一个月补贴伊美金100块。伊讲有啊，留学生补贴100块，好棒啊！唔免做工会有100块嘛。啊，伊个工会是啥？就是鼓动中国的留学生加入反共救国军什么团，安尼尔了。啊，若加入以后哦，迄个中国人一个月当摕着300块美金的生活费。啊，你啊，中国人你买无？买无？大家嘛买。我没去做苦工啊，我们不要打工啊，300块啊，无人知啊。安尼伊就三个。啊，有三个以后，读煞伊读迄个文学博士，摕着了回来。回来了，东海大学请伊做日文系的系主任。我讲中国要掠人哦，
迄用个奸诈个计策是安那？大选个时阵，伊叫迄边个学校，中国个学校啊，出一个邀请函来邀请因这个学校去甲访问，这是官方访问，第一次哦，率团，伊嘛想呢，我捌做海工会，捌做即款代志，我去应该不要紧嘛，这一年也无代志啊，去，第一摆去，转来，好势好势呢。过第二摆，过叫一间校，过甲邀请，过去两摆啊，没有问题了。第三摆，个人邀请，你知影吼？个人邀请，伊讲我头前两摆都没有问题啊，我这次去也没有问题啊。去，伊一日去去饭店 check in 的迄当阵，马上中国的国安局十几个人甲围咧，请你跟我们去。到我们国安局谈一点事情，就是这个啦。各位，姓林啦，你知影？去了到今日，伊全无爱再转来，对不对？马上改审判，你知影关偌久？你要要啊？三个人啦，伊策动三个啦，加入反共，反共救国团的什么什么挖沟物件安尼啦，领300。一个月领伊100块的迄个海外津贴啦，15天，关15天，落尾关11年10个月，才向放倒转来。倒转来以后啊，我甲你讲哦，你各个消息你着气死。中国国民党否认，没有啊，我没有叫你做间谍啊。所以啊。中国国民党要赔吧 ？No， 说的，台湾人呢？所以我来告伊讲啊，中国是一个高不可测，唔是一个正常的国家，真的不能去啦。伊当为着迄个一个月，刚最后的一年两年尔呢，啊叫遐学生去加入什么反共救国团的，什么海外什么物件，安尼尔呢？啊，同学啊，叫三个加入安尼尔，安尼关11年，搁10个月。你有看啊？读卖新闻跟访问啊，林正成啊，这个林正成先生啊，林博士啊，已经加入在台湾民政府，大家拍手。我现在看到伊吼，我家己感觉很难过。安怎讲呢？你知影吼，日本要摕迄个。那个课程博士很难呢，真正很难呢。一间校几个尔尔呢？我就是我嘛，无法度去摕到论那个课程博士啊。阮校干那一个啦，啊，就爱等个课程博士翘去，我才有法度呢。我干那摕论文尔呢。日本的制度是安尼啊，日本的制度就是这样啊。所以一旦摕到课程的博士，可见这个人啊，真了不起。啊，可以关11天啊！啊，国民党国家反对，国民甲否认，没有啊，我没有照你，啊，有没有关过？哎，判15天啊，关过，但是因这个太太足可耻的，因太太吼、哦，十一年哦，不离不弃，舍掉不弃了吼、哦。啊，伊个囡仔哦，伊个请大，真正足了，所以台湾的女性了不起啦，那你应该甲台湾的女性。拍手，对不对？真正很了不起，这是吼、哦、咱台湾人的很被尊敬的地方呢。台湾人真的，我希望咱台湾后摆，我会当甲请这个林太太、甲林先生安尼共款，拢会当讲做一个真正叫做堂堂正正台湾人啊。啊，那中国人实在是卖去想啊啦。我敢讲一句话。中国绝对无法度来摕台湾，啥讲无法度来摕台湾？第一，法律上来讲，即摆中国有真济学者，我有去看因遐学者所写的一挂文章，因家己讲的哦，唔是我讲的哦。因讲哦，台湾于情于理于法都跟中国无关，渐进法讲啊足清楚的，所以你甲看，希拉里去年10月30。伊讲一句话，伊讲
这问题，日本这问题啊，要用国际法来解决。中国呛声呢？好大公啊，呛公哦！我们不用法律，我们要用历史事实。我改用历史事实啊，中国是蒙古的啊。自古以来，蒙古公神圣不可分割啊。是不是兵？中国是不是蒙古的？是不是？啊，你唔敢讲呢？伊未甲你掠伊啦，是不是？是。蒙古的啊。啊，那蒙古的啊，这边希腊的跟人家个呛声。你中国，除非你有那个实力，你才讲那种话。第三天，中国点点，啊，无来见嘛。我感觉美国是足爱甲中国见的呢。我无甲你骗，这无吼，我是这个种啊公开讲。迄当阵韩国的北韩的，韩国的一只船去炸沉以后啊，就美国就一直讲哦，较紧嘞，较紧嘞。哎、欸，日本你甲见。日本讲搞不好无代志啊，啊！甲韩国讲，嘿，加减加减，韩国讲不好吧？美国个啰嗦，啊！就好不容易南海，南海越南，美国即马甲越南足好个呢。过去甲越南为敌对不对？即马甲越南讲加减加拍，本来是摕迄个苏联的武器，即马换摕美国的武器，啊！美国嘛好一准呢。啊，尤其这个菲律宾，菲律宾嘛，足头脑足好个。后摆咱台湾民众，咱头脑嘛足好个。我甲你讲，我绝对甲你保证，绝对头脑足好个。菲律宾安怎讲？啊个用呢？伊讲哦，伊伫个声明讲哦，即、這个迄、那个迄、那个黄岩岛啊，是菲律宾个。啊，中国本来真歹有啊，吼、哦，军方讲哦，我要打。菲律宾讲来啊，啊，即嘛中国呐，点伊。现在中国哈，我们的那个邓小平同志说，我们中国是爱好和平的民族，我们不谈，用外交谈判。你靠呀，要叫你拍你也不爱拍，啊，拢讲话拢平大声。啊，你也看哈，有对一摆中国人讲的话算话。有无？我捌看过，毋捌听过。啊，即嘛越南甲呛声，伊也毋敢嘛。啊，即嘛菲律宾甲呛声，伊也毋敢嘛。即含柬埔寨甲呛声，伊嘛毋敢嘛。啊，所以安那，美国嘛无可奈何。美国若派一只航空母舰，甲你警告；派两只航空母舰，严重警告；三只一定开战。迄当阵北韩炸，毋是北韩啊，我袂讲啥物人炸啊。迄、那个韩国迄只船去炸掉的时阵啊，美国派三只航空母舰，啊无开战啊啦，足可惜的。因为咱台湾人免做兵啊，战啊，因為我替台湾人争取着免做兵的，我无甲你骗。啊，若要做兵安那，美国人去做。你甲我签呢啊？占领不移转主权，说各位，你即马学着两个足重的啊，会记哩哈。更笨人，你跟你讲的时候，用这两条给堵到，伊就倒啊。第一条，占领不移转主权；第二条，流亡政府不可以就地合法。记好未？好未？什么人跟你讲，拢讲这两条，伊就倒啊。我跟你不会骗，你敢学这两条，功夫就在这里啦。你哪天跟你讲几波啊？你讲卖讲黑啦，占领也未当移转主权啊。啊，中华民国倒啊嘛！啊，即马讲中华民国，卖讲遐啦，流亡政府袂当就地合法啦，啊，袂当就地合法。哦，画几波才收着。啊，那中华民国，你来看哈，这有例给你听。李登辉啊，李登辉当时安那讲，要废省有啊，有啊，伊讲要废省有啊。欸，你們就沒良心耶，他說要廢省有嗎？有。啊，老闆有廢省嗎？有。啊，他叫什麼嗎？動省。啊，廢省跟動省有同樣嗎？有。絕對不一樣。啊，怎麼沒廢省去？李登輝坦白說，他想要就地合法中華民國啦。什麼人出來跟他動？美國。比如說你稍等，你稍等，台灣，你這
台湾新政府，那是我台湾民政府的办公室呢。你现在没给他废掉，不可以。所以台湾省政府到今天为止，所有办公厅、办公室那些大楼还在这里。你创啥？单案啊，没有错。哦，不错呢，你现在开始吼，开始头壳吼，有在动啊啦。现在你就听有啊啦。李登辉这个那时候的美国 AIT 派去跟李登辉说，不可以动神，不可以这个废神，因为渐渐外来的不允许他废神。所以李登辉180度转弯，说动神是按为啥来的呢？李登辉也跟我问，奇怪哦，林先生，WTO 里面说台湾澎湖是用独立关税领域加入，到底是怎样？是不是叫做关税领域？其实不叫做独立关税领域了，叫做分离关税领域。金门妈祖叫做独立关税领域了。这个分离关税领域是表示什么东西？跟日本拆开的啦，叫做分离关税领域。这个金门跟妈祖那是独立关税领域，但是这四个所在合起来，伊家统称叫做独立关税领域。我跟李登辉讲，独立关税领域就是占领区。用，这文件伫对，我足简单咧。美墨战争的时阵，美国甲墨西哥战争的时阵美国甲占领迄个港口啊，迄港口的老百姓讲哦，我即马税金要交给啥物人？要交给占领军，还是要交给即个墨西哥？占领不移转主权嘛？但是你有占领了，你的税金要交给啥物人？要交给民政府啊，就是当地要设立民政府，就要给那个民政府啦。所以咱即马设立这个民政府以后，甲美国讲，我歹势吼，后摆所有的税金要我台湾民政府去收呢。伊讲，你敢有海关？我袂设呢。你若歹设，我好。我这个月底开始说，拍手啦！哦，你们很讨厌呢，我都爱吐呢吼。咱哦海关，咱都啥？咱都收入吧。有收入，我跟你讲，中方会走无路，我话你骗。你看，咱算足够的呢。我们没有募款呢，没有捐款呢，无甲今日呢，一年多，你一年多不止啊、哦，为2002年。这个十月二是过美国开60美金嘛，那是所有的台湾人，我拢无收钱哦，我拢叫档案啦。您这个钱，家己汇给律师，汇给律师，我不摸钱，因为我跟您讲过，我两个东西不摸，女人跟钱不摸。安尼，你就袂当敢讲我什么话嘛，敢不是？那无另外这政治人物，唔是讲钱，就讲查某，伊就妥。所以中华民国、中国国民党、中华民国的民进党、台独联盟也好，这个民什么所谓的政党，要骂我的，无一项是事实，因为我从来就不摸这两个东西嘛。伊的造谣，所以我甲各位讲，您绝对会放心，我绝对值得你们信赖。到台湾，民政府会当接到捐款以前，我一定遵守诺言。阿明拍手哟！哦，非常讨厌。有人我的牺牲呢？你拍一个手都这么不愿意安尼哦，我无情愿呢。无原因啦。所以吼，我要再讲一摆，即摆要讲这个是安尼啦吼，这边。12月2日要去靖国神社，笑一下，要去靖国神社。我希望讲，咱有600名去加入迄个靖国神社的会员。所以呢，这个分给各位啦，你来分一下好不好？这个是靖国神社的申请表。靖国神社的申请表是啥物人拢会当参加伊的正会员、正会员。都中分
啊，哪有铁卖？可卖过铁啊？这卖，这吼、哦、要加入人，再来才会。啊，无你呢？要加入的，我吼、哦，你若有想要加入的吼、哦，你才摕这个信封。啊，这个信封摕的时阵吼、哦，内底加落1200块，因为爱300块一票。啊，这个是安怎呢？伊靖国神社吼、哦，有用这个卡度吼、哦，有一个卡啦，敢那身份证的卡。啊，用这个呢？在那个日本的靖国神社，所有的英灵的头前哦，该祈祷。啊，了后呢，再来分给你一个。啊，每一礼拜，每一个月，伊为日本的靖国神社，那会加一份资料给你。我希望各位啊，来参加600名，即卖已经200几个啊。啊，咱这期的呢，家己自由啦吼。但是我甲各位拜托一点，你无要参加，你卖甲我提这個。我即卖给你许份，你提无要紧。但这个信封哦，你来来填你的资料，啊，资料填填的，你咪让先交上来，伫楼卡去交楼卡吼，迄、哦那个报名的迄个所在来交。啊，若无我若交，恁的酒店也可以。我讲一摆，拜托各位，你有要参加，你才摕这个信封，安尼好唔好？你若无参加，你甲摕这个信封，你巴肚疼，我先讲哦，好唔好啊？唔敢讲你啊，好唔好啊？来拜托。那不会拜托天的人会当提啦，可以，那什么国都没有关系，啊，来，别来来，你提一百，啊，你提一百啦，要参加的人才提啦，信封哦，嘿，啊，唔能贴，还袂当贴，还连座位，甲信封连座位，嘿。不，为啥后壁传过传？后面，嘿，那买只参加到，买只摕到，拜托，那买只参加到，嘿，那买人只参加吼，那是正会员，正会员呐，靖国神社的正会员。来，卡手较紧嘞吼，我马上来，你看，甲分落较紧呐，嘿。1200块，代票1200块。啊，即摆你摕到吼，伊会为日本直接寄互你。吼、哦，迄、那个卡都伊会日本寄互你，你的住址甲写好清楚，伊会为日本直接寄互你。吼、哦，名甲写好清楚。来，各位，咱今日吼，咱即期第34期的法律建国会的演习会吼，伫即个所在呢，我可要甲即个所在要结束，但是咱卖离开。马上我们的议长要给大家做结业式，结业式结束以后在楼下翕相，一定要参加，我说一次、啊、一定要参加，你不能只是欢喜、哦啊、我结束了、啊、再回去、啊、没翕相就没准绳要翕相了，好来这样，不然我们 这个我的课程、哦、好来哎，今日吼、哦，我的课吼、哦，要到这个所在吼，要暂时告一个段落。啊，你若阁有兴趣吼、哦，敢若恁这期甲顶期吼，会当参加这个高级班。啊，其他是爱州长吼、哦、啊推荐。安、啊、尼，今日的课呢，上到这个所在啊，要结束。多谢各位，谢谢。谢谢你。谢谢。谢谢。